我跟你说，你撞枪口上了，你不用咋，你撞枪口上了，咋的了？你现在是大哥在了是吗？你打游戏去了？他在呢，在，嗯，啊，行行，弟弟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嗯，为什么我一上来就撞枪口上了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我给你看看我麦序啊。你别吓我呀！行，我看一下。那个熊哥，我觉得就是我们也是很久没见了，其实我们友谊赛其实也是可以的。就是我说，嗯，咱们毕竟都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就是，嗯。我们不然表演个才艺，我还给你表演才艺，我直接就想干你，我还不要才艺，我还给你表演才艺，早干早点散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厉害了我的熊。那你想怎么干？你说来，你说吧。6000票了。大哥们。我一点都不怂，你们要是谁怂了，我跟你说，你们这是谁不是怂，给我上！欢迎支付宝哥哥，你看还来我们家的这个烟雨小兄弟先上，是不是送一个人头？嗯，必须打断腿。行，支付宝哥哥上他，他一上来就说我，他一上来就说要打我，他打你猫，他说他打了猫之后他就是公会一哥。你说这个能忍吧？我一个大哥投降了，无情大哥投降了。我们还没开始呢。还没开始就投了啊？我们还没开始呢，我们开始拉票吧。还有没有要投降的？反正我是我的功已经发出去了，我死活不能投降，打死就打死。我死活我不投降，我死活不能投降，打死了拉鸡巴倒，我就一句话，反正我是闲在宫上，对不起，阻止不了我了。你看大哥们，你们不干一下子，他们人家都懒得搭理我们。我们开始拉票吧，不然我们还没，现在开始正式开始，从100秒的时候开始。好死啊。嗯，怎么不好使？好使，先开完再说嘛。你万一，你看，这不来了吗？啊，拉票吧，我们彼此正好冒小猫咪这周周星，嗯，咱们拉个票吧。哎，公平不能平，我们一定赢啊！来，兄弟姐妹们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这个，来，走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。大家能走荧光棒的上一上荧光棒啊！感谢我无情哥，没毛病，无情哥威武霸气，兄弟们你们在干什么？感谢我哥哥，无情哥没，秀文哥你给我出来！感谢我六爷，谢谢我六爷，谢谢你哥，还有没有上一上网上的一个一个不能停啊？咱们一个一个不能停，我们一定赢，稳住啊！我们时刻走一走，一个一个不能停。谢谢胡毅，谢谢我小猫，谢谢流星雨，感谢我金岩哥哥，感谢我哥，来再走走。还有没有？荧光棒不能停啊！我们一定赢，一定赢，一定赢！感谢青春，感谢青春。有没有一组卡黄？520一组就可以卡黄了。感谢我六爷，感谢六爷。还有没有？往上走一走，票数的了。有没有荧光棒？大家走走荧光棒啊，兄弟们姐妹们。这口才是不是主持人？你就说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你们在哪儿？让我看到你们的小手。谢谢回忆，谢谢六爷，感谢往上走走。我心累呀，我也得扛着枪往上冲啊！冲啊，冲啊，冲！我以为也冲。谢谢谢谢六爷，谢谢六爷，谢谢。对面有气球，真的吗？这就尴尬了哦。这几天拉票都成专业的了，
感谢我六爷，谢谢我六爷，谢谢谢谢，有气球我也不怕他了，哈哈哈哈。上啊熊，熊你上啊，熊你怎么了熊？就我无情哥，就我无情哥站出来，这两个大哥，你们居然敢投降！你们三四个大哥都在20000多票赢了，这。吓唬你们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吴京哥扛着枪上去就送人头，我们就一人扛把枪上去，就蹦一下子把我们打死了。虽然我们赢了，虽然我们一直赢，但是我们不能飘。我们家一个大哥在，一个大哥在充值。没充好值就连小猫咪啊？没充好值就跟电干？你知不知道现在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官方给我一个新的称号？我是电。你没充好值你就跟电干？不是，我大哥们都充值中，你稍等我一下。你还要连我是吗？我必干你一把。哎呀，那赢了咋地的吧？赢了秒榜的，你要赢了我，我去给你秒榜；你要赢了我，你来给我秒榜。那我起码得我先得去北京买个房子，北京买完了房子我再给他卖了。才能秒得了你的榜。那你不能怂啊，你不说必须得大干一场吗？大干一场咱赌注就大一点，我去给你秒榜，你输了你给我秒榜。你看我们家这个榜2000块钱怎么买？那秒榜二。六爷这个榜一可能40多万有点多，表榜二吧，新颜哥哥的3万1其实也还行，榜三26000，哎，榜四吧，22000，这可怎么办？人家就把他们的那个独门绝技亮出来了，这已经把我们欺负的不要不要的了，你们忍得了，我是忍不了了。我也不惩罚你了，因为我觉得你，哎呀，也挺不容易的。你。